大家好，我吃了呀。你看朋友送这条鱼太大了，我家也吃不了啊。你说这一条鱼咱就要这一块。对，这一个鱼18斤呢、咱就要这一块。鱼头加一点点鱼身哈。我吃肉，你吃鳞。鳞营养价值高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磷补钙补胶原，我不缺钙，我也不缺，你缺胶原，我就缺心眼，脸上都有褶了，没事，脸上都有褶了。我告诉你，吃打坏的，吃磷就吃磷啊。有没有鱼籽啊，哥？不知道，哎呀，太大了，不行，咱也不会做呀。公鱼，来，我来把它，哥。这是公鱼。鱼还分公母？哎，鱼哪不分公母？孩子哪分公母？孩子傻。你把尾巴，我把头。嗯，真大哈。那你手拿了。拿了，你再给你妹妹手砍了，还不如不吃鱼。好了，我能干那事儿吗？哎，拧。哎呦，再切下来，别。再切一下，再切一下。我小姑也是简单粗暴啊。那咱干啥更恶劣？我给你顺的好人。哎呀，是不是还不知道吗？说你了吧。看他那性格，比我还恶劣。说你了吧。我好赖不记人家吃葱，我也不记尿尿啊。哎，那么大个胆。哎，你不是你胆不好吗？你吃的。你这个嫂子当的，我操！我不气他能行吗？你是我不信他们行。你中午是不想吃饭了？我就问问你，不是胆给你吃啊，吃啥补啥，啊、是败火、啊。给我吃了呢，吃了，给。你看你给呀，我都张嘴了。我为了我哥，我不能等你吃。那叫先开电动车过来去，这还不够咱四个人吃啊？太够了，五个人你也吃不完呐。就买点白菜吧，炖个白菜。行不行？干这事儿哈，你喊你舅来做，那他美不嘚儿的来做。他喊他一声吧，我给他打电话叫他来做，你妈就省心了，你小姑也省心。他妈那是要给我让我做，这回给他舅我也省心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给他打电话。啊，过来吃鱼，18斤的大鱼。快点，我等着。真的，我不骗你。你过来，你说的，那谁也不愿意啊！哭完了，就光咱炖鱼头就够吃。我去给你买白菜。来，过来吧。小舅，快点跑。这回行了，谁都不愿意做饭吧？有做的。怎么样？你家都愿意吃肉，我家愿意吃鱼头。谁说鱼头没肉？哎。要说这妹到正儿八经还拉倒吧，还是他隔亲呢。你们家姓杨，我们家姓刁。对，妈呀，真向着我呀！大鱼，多好啊，拿回家吃吧。装上了。你要懒得做，都搁这做了，都一。锅也够大。要你回家穿啥呀？鱼可以咋穿完的？穿完你还穿不完呢？俺不会穿，你穿呐。哎，你要觉得不行，你就搁这炖吧。咱这大，你看这整个菜。你要出去看他家还有娇尿的小葱。哎，你问你大哥，我跟他说。哎，你吃的是不是倍香吧？真有意思。哎，跑人家来吃葱，还在那还这么地那。跟你讲，越嚼越有味。你问我，小舅来了。喂，你要干啥？来缸里的。就你那个架势，像跟人干仗。就是。可吓人了。咋样？给你准备的。这头跟你头差不多。那你说你不爱踢谁爱踢、啊、咋说你小姐呢？他是不是在挠你？是不错、啊、不错，这大胖呗，这大胖子吃咸口吃淡口，啥口都行啊，啥口都行。你要吃咸口我就整淡点，你要吃淡点我就俺吃俺吃鱼身的鱼尾巴啊，那鱼头都给你们吃啊。那是因为那两条带鱼太瘦了、我给你补点肉是不是、两个大厨上手了。这不咱俩合作吧，啊！你别上这儿来捡便宜，我都做完了，你上这儿来伸手。我没给你搁了锅呀。谁做谁吃。那你今天我多整两个瓶儿。整啥两瓶啊？屋里是吧？天天一整，然后没法吃饭，在院里，在这儿还在棚里。来，高
我俩人在一起，一做鱼了，啥活都会干了。不做鱼就往那一坐，动换都不动换。就你说那玩意儿，说吃好吃的谁不会吃？哎，一做好吃的就啥都干了，啥活都干。对呀、啊，真就削呗。你看，你管他的，你就嘎嘎就造。哎，削薄了。那就厚点。你那整四方块吃都不会吃，还用我说你啊？你就整的造呗。造哪那么造？大块裂呗。人能整嘎四方的。吃呗，来，造，你造，让你看，哎，哎，哎，你看吧，哎，你看呗，你看不看这姐俩？嗯，哎，真吃了，那可不真吃了，你吃那干啥呀？那又不是没有，造，哎呦我天，造，就是，好的都给你。对，好都给我像样。嗯，那鱼头你都吃，我一个一口都不吃。今天晚上咱多整两杯。嗯，这回惹我生气。这回那大鱼头我让他自己吃，看吃不了都不行。这个大火高，没有大锅还炖不了呢，这鱼太大了，鱼头，整那个电锅都炖不了。白菜给你小姑吃。就白菜好吃，就嗯，这里的哈，那、哦、就白菜好吃。哎呀妈！多大鱼？你看，还是咱俩合作吧，嗯、自己不量力。啊、我就是要上锅了。要不上锅不行啊。量力，你可别整我手上啊！整我手上，我可真就扔了。我跟你讲，来吧。造吧，行了，快点汤，点汤，把白菜都捞出来，白菜不捞出来就烂糊了。哎，那你拿碗盛点汤，那不有大碗吗？嗯、来，给他盛点汤哩。哎，你看这小胡子，再给他加点料，这一勺够不？给你姐吃不够，还有，你看你姐，你不是你弟弟说不够，啊、不够。下回我告诉你。这有人啊，还在锅这儿还有。这汤好喝，谁拿碗谁喝点汤。话都没搁呀，快点，我再淋点，这么好的鱼是不是？这汤一接到这个，哎呀，像样。做的。太太说了。我做的，我先尝尝。你尝尝，咸淡味儿正好，真的。我尝尝这个。你想也给你放盐呢？不错，没有，咋样？肉，咋样？嗯，正好，你赶紧的，待会儿吃没有了。我不吃，你们先吃，可好吃了。你看谁吃了？泡，我不吃。不能放那里，放那里太脏了。戴个帽子那点。谁吃谁尝。盛饭了，我就。啊。哎呦我的天，我吃饭很少看我就是吃大米饭呢。今天我在。我泡点鱼汤。哎呀妈，我没吃。哎呀，这好东西，肠子。不是。我已经吃了。嗯，好。来，他孩子他姑给你吃这好东西，这好吃。嗯，孩子他姑。不见吃这样式。他就像那，像他姑。你这是咋的？咋吃？张嘴大嘴。来，吃吃的，吃就行了。媳妇，哎，你看这种人。吃就行了，对，脏就行了。哎，你说小丽啊，你看俺不，你看我吃，我吃这个，那个都是好东西。今天晚上要，你必须多喝。哎、你买，你看你爸爸，孩子他姑，吃，这个行，还有点肉。没招啊，这都是老新家的，你看一面一个，你说我能惹得起吗？你看我这两面都是老掉下的、啊，这么长时间你都没压力，今天有压力了。你长那玩意儿，你有压力了，我输了，你还丽呀、啊？哎呦。姐像子你、啊，嗯，真像我，像翅膀吗、嗯？吃完你就飞，吃完就飞哈，一会儿我就走了。别进，我先吃肉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说。刁丽，你愿吃哪来的？啊，刁丽，我觉得这鱼里面炖的这白菜得老香了，嗯、好吃。鱼炖白菜，再不喝酒啊，心想丽咱后悔死了。嗯，你不喝呀？不喝。嗯，不喝。没人搭理你，人有鱼肉，人谁喝鱼汤？鱼汤是精华，对，精华，精华也是吃鱼肉。嗯，我搞那么多盐。哎呀，真鲜亮！哎呀，真好吃。
我忘给你加盐了。嗯，有。呀，鱼肉真鲜亮，真好吃。我上鱼汤里捞点白菜吃。我跟你说话呢，别老顾着吃。不是，你说话不耽误我吃饭吗？你不得哼哈的吗？不是撑哈，咱俩结结头了，人都妈先吃完不管啊，我们都吃。刷碗。对，先吃不管，后吃刷碗。我吃完了，我看见了，赵姐有点叛变了。我从来都没跟我妈。八块的，那我不吃了。像没牙那老头似的，吃个西瓜在那抿着抿着。不是，这就看出来了啊。最后边还是你老公公那个处处维护你。嗯，还是你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八辈祖宗啊。当然要喝。